大家好，我是默克生，今天一早过来做核酸。抚松是3天免费做一次，没赶上，只好花钱了。也还行哈，4块钱做一次可以，单采的话16，那就不划算了。没事干，来市场逛逛。这东西叫粘团子，对，这个咋卖的？那个10块。你在乎干啥的？啥也不干，和这个一样。都是10块。啊，没这壳子了。这玩意儿就是回家炖土豆、炖鸡啊什么。对对，怎么吃都行，拌着吃也行，搞点小辣椒，你不搞油一炒也行。啊。我再给你玩家。这啥东西了？干啥用？200块钱，我弄点白的，200。小玩意儿。咋不要了？哎呀，这啥玩意儿了？粘枣子。粘枣子。要是你买这么。尝一个看啥味儿的。这不有猕猴桃吗？它叫圆枣子，不是猕猴桃。它好猕猴桃串本，人家猕猴桃也这个味儿。啊。这野生的，人猕猴桃是。哦，种植的。哎，种植的。啊，这是你们从野外摘的。嗯。这蘑菇咋卖的，老人家？这个10块。哦，那都贵卖。不是那个叫就叫什么烫子蘑？这是烫子蘑。烫子蘑。这年团子今年这个不收，到一来牛的事，今年不收。嗯，这是什么蘑菇了？这个小黄蘑。小黄蘑。啊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0块就是，我卖的便宜。也是从野外摘的啊，这个是那个什么的野生的，野生的，也回家一到了过来哈，一到了过来一打哈，就下来了。这是卖的人参啊，不能，这里没有，你们还酱？呀，你想想那2535的，咱四十。我操，就这些。这是个花店，花店不神奇啊，神奇的是这个。他居然都种了一个西瓜，挂在这上面了啊，这挺好，挺厉害。许元峰一亩240，比济南贵1倍啊，因为还有大连的行程码，长白山景区不让进，所以只能在抚松逛一逛。做完了核酸，明天去。收摊了。这也难怪啊，他这地方地处偏僻，比内地都贵一些也是正常的。好了，现在吃饭去。他这叫金头巴脑石锅，一个人一盘这个是够了。米饭是赠送的，随便吃，呵呵，20块钱可以。今天在抚松买了这么一个被，我这次出来只带了一个薄被。东北这个天不行啊，晚上还是挺冷的。买这么个厚被准备着吧，万一冷了就盖它。抚松人民真不错，一开始去了一家，他那个被都1000多，我没必要，那个便宜的就行啊。后来他就告诉我具体的超市位置，这个便宜才100块钱，可以了，睡觉。